摇曳美媚的爱情，忽明忽暗的衬托之下，两人大汗淋漓，结束了一场来之不易的温存。那时的翠花，黑色短发，人群之中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女孩。但今天，她却鼓起勇气，扔下自己全部的压岁钱，购买这一件最摇滚、最性感的皮衣，得到心中所爱的欢喜，值得跟身边好友一起分享。那一夜成了翠花心头最美媚的冲动。这次，她又玩一次大的，而且是在同一个城市，有一个漂亮姑娘，此刻正叛逆的剪去自己的长发，为自己画上那独一无二的妆容，心本疯狂，何惧眼光？连个身世、家庭情况完全不同的女孩，就这般在这个城市，因为音乐，因为这小小的吉他，出现了交集点。可刚开始，雪莉始终抱着一份主唱的梦想，在学习的舞台之上，大声地宣扬自己的思想。可换来的却是台下一众人的排斥：一个有梦想，一个需要平台。翠花不得已，带着自己心爱的吉他，走进了1小时50美元的音乐教室。天生聪慧的他想在老师这里找到梦想的声音，但却二而不得。老师的嘴中只会一首首平淡无奇的爱情舞曲，而那些根本调不动翠花骨子里的那份激情。不知等了多久，机会悄悄来临。一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在这个街头，在此刻主动跟翠花谈起梦想。这是一次机会，一次超越自己、改变自己人生的最佳时机。那份希望，那个男人的身影影响下，翠花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创作之路。他们梦想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女性摇滚组合，而第一步便是招兵买马。而今夜这个繁忙的夜场之间，男人一眼相中了角落里这个眼神带着魅影的女孩，只因他能看穿梦想，尤其是漂亮女孩。城市很小，翠花跟雪莉的缘分自此悄悄发酵。